说的又幽默，然后又言简意赅，然后还把那些冰冷的那些器物把它说得特别的生动，让人家能够记住。所以您的那个嘟嘟很多人都在看。对，180集，180集了。我觉得马爷讲东西他有点像谁呢？声音都像刘宝瑞，你发现吗？有人这么说吗？马爷能说吗？这个对，我30多岁的时候就有人拉着我说你这个声音像刘宝瑞。刘宝瑞是刘宝数已经出来了，2万台，跟我汇报已经2万台出来了，而头5000台已经在运往北京的路上。就那个时候你要做一个决策，到底要怎么办？直接拉回原厂销毁。啊，直接就销毁了？你是200万的货，就这其实你做企业的时候，你这是你活该，你就必须经历这些挣扎，这些痛苦。那个产品经理、硬件经理，我现在都觉得有点对不住他。但是发生了这件，从一开始选举啊，他的这个民意支持度的这个上升的趋势，这块英文文字啊，大家不用看懂，我跟你讲，每一段文字讲的就是特朗普抛出的一个言论啊，这言论足以啊把他打下地狱的。可是你看，在抛了这个言论之后，他的支持率的变化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就是说从低到高，第一次他说的是。